亚麻仁籽的功用，完整享受亚麻仁籽对人体的保健功用。图：有机水耕种植的亚麻仁籽芽苗菜。亚麻仁籽的功用颇全面的，大都对于心血管等的好处，但由于亚麻仁籽粒有着人体胃易难以消化的外壳，所以直接完整颗粒的料理方式只能增加亚麻仁籽于视觉上的效果功用，却难能以让人体吸收利用。想要完整享受亚麻仁籽对人体的保健功用，建议您可试着将亚麻仁籽用水培育种成芽菜。亚麻仁籽芽苗菜所含的天然营养成分一点也不亚于亚麻仁籽，且对于预防乳癌、动脉硬化、便秘、老人痴呆症、心脏疾病、手脚冰冷麻木、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都有其明显的预防保健功用。而因为种植培育亚麻仁籽所萃取出的天然无添加的亚麻仁油脂也是最好的保健饮品，且可直接喝下肚。想要了解如何自己萃取天然的亚麻仁籽油饮料与如何有机水耕种亚麻仁籽芽苗菜吗？延伸查阅亚麻仁籽清洗与种植。芽菜自己在家简单种，有机无毒自己来把关。网络搜寻太平洋有机农艺。